即如果可以在紅館就可以有多啲effect 咯，可以有啲火啊，或者彈唔知邊度彈啲嘢出嚟啊。係啊，真是我成日都諗翻唔記得係咪九幾年 Michael Jackson 喺 Super Bowl Michael Jackson 表演做表演嘉賓，之後佢無端端 boom 成個彈咗出嚟 ，boom 就企喺度。哇！那個畫面對我即係個影響好大，哇！之後佢冇喐過，差唔多五分鐘，佢彈咗出嚟之後企咗喺度。咁跟 Michael Jackson 啲人已經開始瘋狂，佢冇喐過，之後除眼鏡，哇！大家再尖叫，即係先再起音樂，哇！佢真係好，即係佢嗰個感覺好勁嚇。希望咯，係只係可以唔知喺紅館之後彈出嚟